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，我也收到了很多小纸条的问题，我觉得大家这些问题啊，真的都很有想象力。有一个观众问您害怕人工智能吗？我真不怕，我觉得面对人工智能肯定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全人类。有人经常会说翻译这一行你们会消失，因为翻译好像没有什么创造力啊。结果你现在发现那个 ChatGPT 出来以后，倒下的可不是译者，是其他人。 从大的角度来说啊，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，我确实认为我们要有一种深深的对人的文明的尊重。如果你不尊重它，觉得人工智能给你带来的东西重要，那么我觉得这就真的可怕了。就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充分的意识，意识到我们的记忆、民族的遗产、整个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，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怎么来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更好地保护它？ 这是我们要去想的。